早安，今天是10月6日，桃园天气是23度，多云有雨，若外出记得携带雨伞。现在为您将智能设备设定起床模式。您今天有5项。今天要去哪里玩呢？原来他也是个蛀童啊。真的很烦耶。死掉了！请注意，您的密码已遭外泄，您的密码已遭外泄，请注意，您的密码已遭外泄，您的密码已遭外泄。一、使用智能设备时，设定安全密码并定期更新。安全密码中最少要有8位数，要有字母大小写、数字和特殊符号。二、要设置双重密码，其他人在试图入侵时可以收到通知，双重保障。三、启用智能设备的安全功能，并定期更新软体和防毒软体。四、请勿随意泄露自己的密码或账号。